欸，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多配件啊真的都要有，欸，像这种蓝色的围巾这么厚重的啊，对，你就不要围脖子，你当成是身修饰身材的一个道具，一个它其实它的功能性只是在让你的配色更丰富，嗯，然后它真的冷起来的时候又有一点点可以御寒，嗯，因为像刚刚那一条薄薄，但是因为它是cashmere 的，所以它的那个保暖度也会很好，嗯，所以我想问一下明春老师，很多人就是冬天呢都会去买围巾，我们先问一下杨琪， 你怎么挑围巾？挑围巾哦，我会有毛的，然后不然就是挑颜色比较跳的。对，那你在挑围巾的时候，你是按照什么逻辑跟原则？逻辑跟原则，喜欢啊，所以不管你不是因为要配什么衣服，你看了喜欢就先买了嘛。对啊，就所以是不是教我们一下，就是说我们要买什么围巾？如果以今年怎么买围巾，今年的秋冬来看的话，因为很多人就像杨琪这样子，喜欢就买，然后什么都往身上挂。嗯，今年秋冬有一种，它看起来有点不太像围巾，但你也可以围。啊，可以放啊，我有这种，手还可以，我有哎，情侣围巾，直接可以这样，我有，可以放在口袋里，然后你真的冷也可以围起来，变成一个大的在脖子上的，嗯，视觉上有点像背心这样子，对，像背心的感觉，有，我有这种哎，对，然后在日本的配方，哪一种是没有的？日本的配法就会像美人姐这样子，里面会一个是丝巾，嗯，比较薄一点的丝巾，然后外面罩一个粗针织的围巾，嗯，然后再加一个大衣，它就会有三段式的多层次，哇哦，嗯，对，因为这样子颜色就比较，就因为质感不一样，不会那么重，对，嗯，没错，没错，比较轻，对，这是一种。再来呢，今年你还我觉得啦，所以各位这种颜色的丝巾你就闭着眼睛买啦，买个一两条，它总是对，你如果没有的话，它就会出现，没有的话一定要有，因为这个很好搭，对啊，你就深色一条，浅色一条，对对对对对，尤其是这个裸色的，对，裸色一定要有，它很好，裸色就是新白色，它可以取代白色来做搭配，呀，yeah, okay, 嗯，然后再来，今年还有这种像毛毯的嘛？啊，我喜欢这个，哦，这个好舒服，这是好毛毯哦，而且这个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用，嗯，然后你真的把它打到身上的时候，它可以很厚实的一个在脖子上帮你做保暖，你也可以把它披着像披肩一样的效果，或者是呢你可以加一个比如说就来胸针什么的，它就变成一个斗篷。我需要什么黄色的，我觉得还蛮大的，哇塞，买了啦，好哎，欸，好，不要再冬季恋歌了，我看出来了，看吧，如果要 保暖的效果，就是用这样的方式，两层的方式，然后让脖子这地方都可以暖，这是一种，而且好舒服哦，嗯，我现在就觉得其实有很多男生是不太喜欢这边那种感觉，可是这样不会啊，这个很舒服，而且感觉又很有型，今年的 BV 都是围巾啊，对，还有 Ferragamo 也都是围巾，哦， Ferragamo、嗯，都是围巾，对，对，对，像这种就是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可以用，而且加上，因为它的保暖度也够好，是你再搭配，而且你看我选的是这种带灰的绿色，因为我们在秋冬的服装里面比如说黑色啦、咖啡色啦、灰色啦、深紫色啦，女生会有一些深紫色，甚至女生有一些酒红色，它都很好做搭配，嗯，哦，谢谢老师。老师那穿那个帽，他这样是不是很好看？这样子的分量比刚才有，分多，对，老师那穿帽 T 是就不太适合用围巾了，如果帽 T 的话你可能要选择薄一点的，比如说像这一种的，就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功能，这很像试衣之类的，这个好看，这种很多人觉得会觉得没有任何功能性，可是如果像很多人现在也穿帽 T， 男生女生都会穿，你要怎么戴让它保暖，这个好看，这可以让搭哦，这个好看，你看我现在是先围一层对不对，这个后面的你把它塞到这里来，塞到前面来，另一边也是一样，如法炮制，把它塞到旁边耳朵下面的位置。为什么要塞那个地方？因为它会固定我们的这个所谓脖子的不管围巾或者是丝巾的形状，嗯，然后再把帽 T 塞进帽 T 里面去。对，塞进帽 T 塞进去是不是？哎 ，Kid， 你骑脚踏车这样最舒服了。对。
这真的不是，就不会被那个风寒，而且又有型，保暖。而且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围法，第一个它保暖，第二个你真的，比如说像你骑脚踏车，你还可以把它拉起来，变拉到遮住那个脸，可以遮住口鼻，它就真的会保暖的效果。真的，哎，好好看哦。看、哦、这个好看，所以帽T要用这种的，很有型、哦、对，薄一点的，这个学起来就要学起来，对不对？只是说薄的，因为大家会觉得薄的还有保暖吗？你就是在搭的时候，你必须要让它变成厚实的感觉，然后塞到刚刚我说的位置很重要，因为它会固定住，它就真的会让你这个地方都很暖。哦、那老师，秋冬很多人会带这样的东西，需要吗？这个危不危险？这个我必须要讲，它其实有点过时。但我今天带来是要告诉大家，如果你家里有这种过时的玩意儿，你可以丢掉了。不，你可以怎么样来做搭配？比如说，这是鞋套是不是？嗯，就袜套。袜套，这是袜套，这是袜套。对，有球球这样子。对，以前我们都是放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但今年你如果家里还有这个很过时的单品，你就拿来让你的衣服变得更不一样。该不会是手吧？这样很赞呢、欸，暖手袋啊，暖手袋的观念啊，真的，对啊，来，我们就是直接把它加在贵妇去打猎的概念吧，这个好酷哦，这个不要，这好酷哦，这样一改，哇，哇，哦，先穿。那个手袋，然后再就看不到啦。哦，拉出来，好神奇哦！哇，好暖哦，好厉害！家里有一些过时的袜套，就可以拿来放在现在不是很多 oversize 的大衣吗？对，你就可以让你又有更有分量，然后它又更保暖。哎，好好看，变另外一种样子，好厉害哦，贵气，好酷哦。哇塞，完全不一样哎！拍全身的话可以、啊。如果是拍全身，我就会帮你换一个深色的靴子。哦，就会是深色的、那個啊。好看。对，因为下面颜色变。哎、欸，那如果是那两颗球球怎么办呢、啊？也是这样把它拿出来嘛。对啊，这样你可以把它塞到那个里面去啊，因为里面有分量。或者你可以就是在手上当功夫球。对，今年已经不流行穿这样的袜套了，对不对？不流行，而且最主要是你一穿出来，人家会笑你，因为大家已经过了八季了吧？对，好酷、哦。那小配件我们今天完全都风格都不一样。对，你们现在完全被改造了。哎、欸，我今天真的第一次知道说，原来穿毛T可以戴围巾。而且我从来不知道男生可以买这种丝质的围巾。对，这学起来好看，好看，真的学到了呀。OK， 好，我们看一下何宇文，哎呦，名人，孙芸芸，名人风哦，哎呦，有没有成功呢？欢迎何宇文。哇，这鞋子好美哦，很有气质，很有气质哎。那走下来吧。Oh my god！ 哇，真的参加 party。何宇文，你不要装气质，本来就很哇，就穿上这一套，我就舍不得骂你了。哇塞，你各位男生喜欢吗？全场可以哦，好感度直接上升哦，可以哦。而且你们看得出来这是一件保暖衣吗？对，这暖吗？是保暖衣，就是保暖衣哦，发热超暖的。对，所以它只要加一个皮毛的。在上面，比如说我想让它再滑一点，它就可以走出户外嘞哈。那你进室内就可以脱掉啦。对，脱成这样。然后而且这样是穿的，哇，这件外套也太贵气了吧？披着就好了啦。哇塞！哇塞！这什么啊？哇，这好酷哦！对啊，这件好厉害哦。它加上一个大衣，然后里面是发热衣加50年代的复古的裙子。那老师，这件大衣随便就要个10万吧？没有，这件大衣好像才8000吧？啊，好厉害！而且它做的很像那个羽毛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鸟类的感觉，质感做的很好。而且它那个银色的感觉好厉害哦，好未来哦！脱掉又是合身的，对，脱掉又是另外一个身材就可以跑出来，身材真的哇，身材还不错，身材蛮好的耶，真的，而且才产后一年，对。而且它这件里面这件发热衣比较有趣的是，它在手的位置，然后还有腰的地方，
胸下的位置，它其实用一些织法，它让它有收身效果。对啊，这件穿起来好瘦，而且都不会有腹小腹、欸。快点，拼第二胎就靠这一套，但是穿回家快点。穿回好厉害哦 ，OK、啊。而且那个配的鞋子好美、哦，鞋子就是美，对，鞋子好美哦。我这次借的这个鞋子是台湾很厉害的一个牌子，嗯，然后它专门针对东方人的脚型，在楦头上做不同的变化，还有鞋跟的比例，都让大家穿高跟鞋但可以穿得很舒服。对，因为它是可以显得出腿型，脚型、腿型，但是又不会，你知道这种很怕很高，你穿起来会很痛苦。对，它的高度是舒服，很好看，没有很高，但是看起来是高，但是看起来你的脚重生了。这双鞋子有性感，对对，它有透视的感觉。就连男生都看得懂，真的。女孩子最怕就是穿自己看得懂的东西。对，男生跨博，对，对啊。然后配一个小灰包，对，小灰包好看 ，elegant。因为何宇文是穿这样，所以他配的包小一点。如果他是以何宇文的高度，如果他穿裤装，就可以配像杨奇一样，那会很帅，是的。来，赶快再把这套明星般、巨星般风披上，披上，整个气势就上来了。哦，我的佣人司机应该都要跟在后面才对。小姐回家坐好坐好。对对，帮我拿到包。想不到何宇文在李明川老师的巧手之下，竟然从 NG 的欧巴桑造型，转变成贵气十足的时尚名媛。天呐，老谢，今天的你有改造极限吗？哎，我们等下这批人改造出去，我们就出去玩。真的，改造我们出去玩，直接去 party， 可以耶，对 ，party 一下，买回去。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伙伴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功，我们让他们跟着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贝董彤，性感风，冬天也要呈现性感的感觉，有哦，小心机，各位男生喜欢他现在的穿着吗？有漏哦，有奇怪，他做了什么？奇怪，这有点，这保暖吗？老师你在哪了？犯规了！我跟老师讲哦，这犯法吧？而且裙子是不是就是其实还跟小件？对，当然对，不行啊！反而小件他整个性感感觉就没有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因为他就是你想要再短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黑豆巴黎啊。哦，真的哦，我懂你封尘味，有时候故意这样子的，对，就会再短，就是真的就封尘味，就不是性感而已。再短就有海鲜的味道，不好。对，其实这套我其实要做的是啊，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这种 oversize 的大衣，嗯，然后我们说实在话，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冷成这样子。对，你只要大衣的这个材质、布料、面料够扎实，它的保暖度就很好，然后里面。如果真的很冷的话，其实一样，你里面可以穿像，宇文身上穿的那一件那一种衣服，然后你穿在里面打底垫着，你一样有那种层次穿透的效果。对，其实它一样有保暖，然后又有点性感。而且我发现我真的很受不了一个空间，就是我受不了女生露出这个空间出来。哦，就是卡拉可以从下面看上去的感觉，我觉得好性感。很立得下，因为这边要有空间，表示它的上围要够大，要够娇，要大撑得出来，要够娇。所以这个空间让你想到的不是这个空间，是进去的东西，是空间里面的东西。虽然没有漏，但是问题是那个空间就会让我觉得它超级性感的，长辈胸就想掀起来。来讲一下，因为如果这边是贴着你还好哦，可是越有这个空间之后，你会觉得你是可以这样上去的。哇！因为它让你有个空间感，不要不要你不要。梅姐，你这样子真的是太折煞我们了，我们。